头悬市草何故？无有因，四读诗馆何故？无有因，诸色往往何故？无有因，慈悲颠倒何故？ 无有因，隐隐赤染何故？是曰：木生如烟，物长雷电，鸡吠而歌，真意自现。
我在许多奇怪的梦里，见过你们，你旅程前人未尽之业，求功德圆满。你执着后世传颂之名，求位列仙班。你想跳出三界之外，图个清净自在，还有你无所挂碍，吃顿饱饭便善哉善哉。可我早就看穿了你们。 满嘴的情怀大义，一心的世俗名利，唱什么命不由天，却不信自己才是天命之选。<笑>可悲的取经人呐、啊，只要心中还有放不下的偶像，终有一天，他将化为修行路上。
吃斋念佛诵经打坐，又有几个真的心如止水清净无味？你看看这大风大雪的还要这么拼命，一定也是为了那个玩意儿。你来之前我算过一卦，你猜猜写的是啥？动不如静，有财无命，既要送死也不拦你。小西天土地在此恭迎天命人。盂兰会上世尊说过，众生之苦多因不守戒律放情纵欲。Thank you.
定都听过关于他的故事。有人说他帮唐僧取到了真经，封了斗战胜佛，从此留在了灵山。也有人说那个成佛的根本不是他，真正的他早就死在了西行路上。还有人说西游从来都没有发生过，他只不过是说书人杜撰的一只猴子。但我要讲的故事你们一定没有听过，这个故事得从一只金蝉说起。咱们两个被灵虚真人拿去下酒。大哥，山门口那边好像传来些响动。别疑神疑鬼的，我大哥在这儿把守，哪个不识相的回来找死啊。那些狼崽子看不见，别以为就能过了老子这关。又是只猴子。施主不如放下棍棒，也同我学点佛法如何？小心。哎，小猴子，来这边。哎，这儿这儿，看这儿。小神是黑风山的土地，在此候你多时了。像，真像。哎，再往前走，
就是观音禅院，当年也是香火鼎盛啊。哎，只可惜，哎，那场大火哟。后来啊，这禅院又被重建了。哎，可人心若是烧没了，修好一座破庙又有什么用呢？小老儿先走一步，等你过了前面的栈道，咱们自会再见。此是黑风怪的道友，自称灵虚子，以你现在的道行，恐怕走了。小猴子快逃，还来得及。你若进了这道门，便回不了头了。